近日，吕丽君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组练瑜伽的近照，穿着紧身瑜伽服，大展柔软身段，身材纤细苗条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吕丽君除了独自练瑜伽之外，她还在最近的照片中晒出了自己和一位肌肉壮汉的合影。她和邢岚在户外的礁石上挑战高难度瑜伽动作。另一张照片中，肌肉壮汉站在水中，举起双手让其侧躺在自己的肩上。作为富商刘銮雄曾经的女友，吕丽君的生活也备受大众关注。两人生下一儿一女，后来刘銮雄发出了一纸声明，表示两人早已分手，并在声明中表示分手前赠予了对方不少资产。吕丽君的身家至少超过20亿港币，已经是超级富婆了。分手后的吕丽君生活倒也并没有变得黯然失色，她一个人也能够过得丰富多彩，相当惬意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人生大赢家。